这个是第二套黑白的鲨鱼哦，之前有做过一套脖子有刻太极，然后这是一个菲律宾的台商球友哈、哦，他蛮喜欢这个样子，黑白哈、哦，蛮特别的。然后他这个是白色对白色，然后另外一边是黑色对黑色哦，这蛮特别。哦，然后在描球的时候是一半黑半白哦，也蛮特别的哈、哦，真的很奇怪哦，但是这个那个。对比的感觉就很强烈。这套黑白两军已经装好了、哦、黑色白色对比很明显、哦、非常好看，相当漂亮、哦、一半黑一半白、哦、然后握把也是用黑白的、哦